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03集的节目。我们今天接着聊《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第二集的一个双胞胎兄弟里头的挡泥板。那么这块挡泥板的话呢，目前你在网络上呢还有机会能够买到它的一个二手，台湾的啊，就是可能1000块钱台币你是有机会买到的。那如果你要买全新的话呢，那就非常的困难了。其实这款泥挡呢，有一段时间呢量非常的多。崩盘的很厉害，不过那也都是岁月，遥远以前的是日子了啊。那两者的话呢，skid 比较一直都是比较难买得到的，那它就非常容易能够取得。然而有很多人呢，在我上一集更新这一款刹车的时候呢，说这可能都是他们的第一款正版的变形金刚，可见得当时的双胞胎的铺货量是真的是非常的大的。当然了啊，这个我们都曾经拿起传说中的神物了啊，把它放回。架上只是想等它跳楼而已，等它降价而已啊！这个就是很多收变形金刚的一个同号的一个遗憾。那这两者在车型下，上次已经跟各位提过，毫无疑问，这个刹车会感觉比较酷炫一点。那么这一款相对比较朴素的挡泥板，它这个子弹其实后面是一个火焰形态的一个造型啊，从手炮发射出来的。那放在车子后面呢是扣分，就暂时先把它给拿掉。它的挡风玻璃颜色比较深。因为比较深的关系啊，相较起来的话呢，它对内部的零件的遮蔽度就比较好一点点。那后照镜的话呢，是一个塑胶色，而且它是单独分开的两个部件，在机器人的状态下呢，是另外有造型的。然后这个时候把它给伸出来，我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忘了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我以为我买到了一个瑕疵品啊，没有那个后照镜啊，比较当时吓了一跳。然后它的一个车牌啊，一样又把它的一个 Morph Lab 给写上去。那滚动性的话呢，当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啊。那变形的时候呢，两者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啊，一样都是脚放到车子的一个对焦，出了点问题。OK， 对焦啊，不对，这个脚的话一样放到前面，手的话呢一样是反折收到内部。唯一的差别呢，只是在于这个侧边这一块部件，这个挡风玻璃跟这个门板啊，在刹车是收到这个小腿。而这一款的话呢，则是放到肩膀上面去。好，那么呢，就进行到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了啊。变形来讲的话呢，跟之前的那一款 Skid 其实差不了多少。那我们变形第一个步骤可以从侧边啊，施一点力气呢，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给分开了。分开之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门板给打开，它是一个两侧还有两个咬合点。那原则上我们就是稍微的左右，稍微错位一下。就有可以把它给打开了啊，从这个地方，这样把它给错开，啊，另外一侧跟着打开了，整个先给解开之后的话呢，我的习惯是，先把手也解放出来好了，解放出手的时候是从小手这一侧先开始啊，因为大手呢出来的时候呢需要比较大的空间，那小手先移开之后的话呢，大手的一个空间才会比较充分一点。好，先把这个两手臂翻出来。那么 Skid 的话，它有一个 V 型的那个结构啊，那这一款的话直接就没有了。那这个部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压下去啊，稍微把它整个根给解开来。解开来之后的话，我的做法是先把这两片给翻出来，然后呢，这个车门的这个部分啊，透过白色的这个部件啊，这里有一个转轴啊，你可以把它给整个的给先给转出来。那转出来的时候呢，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这个门板那里，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有时候的话呢，它是会喷溅的，但是无所谓啊，不是很重要。这样的，先把它给翻出来。好，整个都给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我的建议啊，是先把这一个门板的话折成水平。那当然的话呢，这里这个后照镜这个部分呢，可以先把它给推开，转这样子，这样我是觉得比较不会妨碍变形了啊。然后这个部件。整个的往前面推到底啊，人头也可以先过来先结合好了。然后这里有一块部件啊，往内折，这个部件其实我觉得折了没有比较好看，包括先前的这个上次就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地方我没有变好，可是我真的觉得你折进去没有比较好看，你不觉得折进去之后反正一个破口吗？好，反正就指导一下就行了啊，不是很重要。那我们接下来先做一个动作，就是先把它的一个这个上面的这整个顶盖啊先回旋180度，回旋的话180度，这样子打开下去，好，回转180度啊，稍微躲开一下就顺利闪过去了。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手脚的部分呢都给回复到一个定位。那我手上这一款啊，
上一手的玩家呢是真的是很爱惜它还是怎么样？我这一款到目前为止，我整个把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关节都非常的紧啊，紧到我推移的时候是真的是需要使出一点点吃奶的力气啊，对，然后就吃奶的力气嘛，就轻轻的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的话啊，这里这个变形的过程呢，是这里是有一个类似于倒钩的部分，它是要卡进去这个里面了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如果你正确变形的话呢，应该是这个灰色的这个凸也会卡进去这里头才对，应该是它的设计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这里这样子，你看到没有？这样子，它其实已经扣进去了，这样扣进去，然后呢，这个两个门不对，这两个轮胎要完全的，就是往两侧，这样完全的打开啊，才能够顺利的呢把它给合下去，从这个地方合下去，这里下方扣住。上方这里的话往前面稍微推一点点，然后把它给勾进去，这样子，好，卡进去了啊，非常的稳，非常的扎实。然后它的一个背包就会呈现这个形状。那以车子的一个上方的这两个门板的话呢，我个人的习惯呢，我是习惯就摆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摆成两侧，像是邦莫比的一个翅膀，只是它没有展到后面去，到这边就行了。然后手臂的话呢，就是哎，这个地方没有卡好，哎，然后硬卡也卡进去了啊，哎，这样子卡进去啊。然后手臂已经变完了，哎，其实变完了也，哎，不知不觉就变完了，对不对？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它的一个后面的这个这一块部件啊，它是没有得扣紧的。那以人物的一个对，这里这个脚啊，把它给完全伸直，因为刚刚变成车子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曲起来收进去的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这个挡泥板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一款挡泥板的一个人形啊，还是提醒一句话啊，这个上面这两个翅膀的话呢，很多一个玩家放法都不一样啊。Anyway， 你觉得怎么放就是怎么放吧。但是呢，我的一个做法的话呢，是这两片部件呢一定是往外面扩张到最大，尽量让它玩具呈现一个最大的一个破碎感。然后这两片的话呢，原本是应该是后照镜的部分，我的习惯是斜45度角，然后后方的这一块部件是最为累赘的这个部件啊，应该是折进来。 Anyway， 我就把它摆成这样斜后面一个角度。那它的话呢，我还是提一下，上一手的玩家呢有给它做很多的补色，所以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好看，有一个比较有看头啊。那它一样有两个联动的一个机关，一个就是一样是胸口这个地方按下去啊，它一样是会有一个点头的。那它的一个耳朵的话是往下垂的，我一直觉得它像什么狗的一个感觉啊，就是看上去反正就更呆萌的感觉。另外这是一个子弹一个发射，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它会弹射出去啊。那它的话呢，拳头这个地方呢，你如果往上面推上来它会合起来，你拳头往内折的时候呢，它这个炮就会伸出来，就这样子。但是我这个联动可能有点小问题，这样打开然后扣回去的时候它能够把它给缩起来打开。那你要放子弹的时候呢，必须把手腕往前面推啊，让它这个孔洞能够露出来。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单身 N 十年的这个麒麟臂啊。然后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细节也是做的不赖，手臂三度零度转动啊都是没有问题，二头肌也是有的，双动关节的一个轴关节啊。然后这一款的话呢，一样腰身是无法动的，比较可惜啊，这个非常可惜，只有除了腰之外，它大概能动的地方也差不多都可以动了啊。那我们的话呢，最后的话呢，当然是要把它跟它的一个双胞胎兄弟呢 Skit 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对比啊。那两款的话呢都有一个共通的小毛病啊，就是这个站立性的话呢，都是由于脚底板过小还有背包过大的缘故呢，导致于它的一个站立啊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调整。好，两个摆在一起我觉得还是蛮有看头的啊，还是蛮有看头的。尽管我不喜欢这两个人物，但是玩具确实做的还算可以。以今时今日的眼光来看，他们当然就是超弩级的 Deluxe 等级了。那么在 ROTF 的时代的话，可能就差强人意，还算过得去而已。那两者我比较喜欢谁？以前呢，我会觉得 Skid 比较拉风，比较酷炫啊，颜色啊，车子的一个造型都比较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这样讲好了，
这一款我还是给各位提一下，这个胸口啊，变成这样，我还是会觉得呢，干脆不要折下去啊。你这样子，你感觉它是一个胖胖的一个机器人，对不对？你把它折下去之后呢，好了，虽然它是一个，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完整变形。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它好像反而没有那种圆鼓鼓的感觉，就变成一个比较普通的机器人。而这一款的一个挡泥板的话呢，它是一个破碎感，你有没有发现它比这个？他的双胞胎兄弟来讲，他的身形是很精实的，非常非常，大概是跟这个07年的那一个反弹球差不多体型，对不对？你会不会感觉有那个 style 是吧？那所以说两者算是双胞胎兄弟，但其实在身体的一个结构上，它相差非常的多，车型跟变形结构很像，但是呢，呈现出来的一个机械那个样子的话呢，却相差的非常的多。哪一个比较好？这个我只能说，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去做一个区分了啊！但是如果你要我真的来选的话，二选一的话，真的真的要二选一的话，可能我会推荐你入这个泥档，可能会好一点。第一，它现在也比较容易买得到；第二，它身上的这种破碎感确实我觉得是比较，可能我觉得机械感会比较强，比较有点意思，而且它有一个弹射的子弹。当然，这个都是。这种胜出是非常非常枝微末节的啊，其实两款也都是不容易买得到了啊，那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收了它之后呢，就利用这几天呢，就干脆把它一口气把它给做完。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会尽量赶快抽时间把他们的这个合体的这个冰淇淋车呢，也给一并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